其实回头一看，好像十年前就在眼前，就是所谓的做什么像什么，然后把很多事情每件事情都把它坚持到底，把它做到最完美。我在点滑，就是一路走上来。李峰哈，支持点滑，越来越大家越来越更好。哎，对。哦，热忱，对工作充满信心，对点滑充满了信心。我觉得应该感谢所有爱点滑的人。对，加油，点滑加油！蓝天花湖像白云招手，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。应该现在格局变大了，然后规模变大，很高兴，尤其接受您的访问，非常荣幸。冲冲冲！不得松懈，随时面临工作上不同的挑战，做人的态度，然后最重要是整个泸州点滑出品部的同仁，他们是最辛苦的，没有他们是我的原动力啊。照亮我的天空。感觉足欢喜啊！啊，我都有等我讲，惊讲阮家己在笑。感谢啊！上想要感谢的就是副会长啊，董事长林志国先生，有因暗则有，阮大家在我上面在做事。爱公平先打拼呢啊！好，你好，大家真照顾，那当然做十几年啊呢。是你无其中。我觉得说，要不然就不要做了，要做就是要做到最好的了，最顶尖的。接受表扬的心情，我觉得就一个字可以形容了，爽。好，难题已经到底了，这很困难，不能接啊。不会不会，没关系。需要再认真的学习和人事物的频道。安娜，我你。阿德，那我新疆那个方便给你。谢谢你。我感觉在下看过家教婆呢。谢谢你分享喜悦。欢迎呀，我来到龙江欢迎放在你心。时间啊，来到彼此的感动，咱嘛是啊，给你卡住，做个将来也。嘿，我都不要问这个好不好？我那个不会加呢。好几年啊，大家都对我好啊，这样可以吧？刚入行的时候是餐厅，还有宴会广场，到了现在的客户，幸福机构，有啊，就是创造幸福的地方啊，因为在这边很幸福啊。我的一生都奉献给你了。所以啊，点滑永远是所有人的好朋友啊，因此啊。未来的点话绝对是旺。特别想要感谢你啊，谢谢你来访问我。当你正走在，就是大家，大家是我学习的目标。蓝天花湖像白云招手，我们要一起笑，一起哭，千万人中有个人同我。有最珍贵的角落，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，你有最珍贵。
的角落。